最想留住的瞬间，最难忘的一天？对于今年来说的话，还是在全国锦标赛吧。然后全国锦标赛的总冠军决赛那一天，我还是比较难忘的。最想拥抱的人？我奶奶。最想分享的一张照片？是一张有关我家人的一张全家福。最难忘的一场比赛？其实在全英的时候的16进8，然后那场比赛是输的，所以我说今年还是对那场比赛还是比较难忘的。最欣赏的年度运动员？是一位乒乓球的运动员，是樊振东。如果能回到2019年末，最想对自己说什么？希望2020的自己不再有遗憾，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更加的努力，抓紧时间努力的训练。最遗憾的事情？像没有什么太多遗憾的事情。最沮丧的时候如何度过？一般都是打游戏睡觉。新一年最希望实现的愿望？在2021年，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在奥运会上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，然后和搭档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。最想给粉丝说的话？谢谢你们一路上的陪伴，然后也是无条件的支持我们，爱你们。